折磨。这个地区的人们受着饥饿和贫穷的折磨。折磨。这个地区的人们受着饥饿和贫穷的折磨。People in this area were afflicted by hunger and poverty. 折磨。这个地区的人们受着饥饿和贫穷的折磨。